那个是内观十日禅修，是你身体完全没有动作，你身体唯一的动作就是坐着，保持坐的姿势。我们都是坐在地板上，这样他有给你一个坐垫，你要过来了吗？对。OK。这有一个凳子，你要坐吗？好，那我给你拿开。你坐。那我拿过去。好。是完全静，十日禅修。它这个神圣舞蹈的，不是，它是动动，它是一直在动。它有放音乐，然后呢，它有，我们到现在为止有分成，一组是手的动作，然后一组是脚的动作，还有一组是头的动作。嗯。就是手、脚、头，啊，身体的，就是四肢跟头部。手的动作甚至有分成左手的动作跟右手的动作，不一样吗？不同。譬如说，我们昨天上的一个动作是手是打四拍，一拍一拍要动，这样，一、二、三。这是右手，那左手是1 2 3 4，所以这边是1 2 3 4，懂吗？1 2 3 4，这边四拍，这边是两拍拍子，左手跟右手都不同。然后除了这个手不同的以外，还加上那个头不同，头呢是四拍动一下，所以你就是1 2 1 2 1 2 3 4的时候呢，头就是头在一的时候就转过去，1 2 3 4，然后2 2 3 4，类似这样子，对对对，四拍动一下。对对对，就是左右四拍。哎，安兰你好。哎，今天最后一天了，明天最后一天。今天22、23。今天24了。啊，你说26走吗？对。啊，煮馒头了。四拍动一下，然后呢还要加上脚，脚是八拍动一下。那头比较简单，它是左右嘛，那脚有四有八拍，那八拍动一下，那八拍是几个不同的动作。到时候同时动作就对了，就是那个音乐在进行，然后你的头脚是同时动，可是动的时候的那个节奏不一样。对，1 2 4 8啦，1 2 4 8，一拍，那右手是一拍动一下，对，那左手是两拍动一下，头是四拍动一下，脚是八拍，1 2 4 8，对，1 2 4 8，这样。
还好他没有给你三排的，不然就是错乱了。也许以后会三排，现在是因为昨天只有上到这样，没有错乱的部分，也是这样，然后呢，就是四个，所以你要很清楚你现在手要做什么事情，左手做什么事情，右手做什么事情，头做什么事情，那脚又做什么事情。嗯哼，哎，那他很多的舞蹈都是这样。嗯哼，手有手的动作。对啊，头有头的动作，脚有脚的动作。好，我们放另外一边。好。